要做秀。好的。去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我们一起聊一下小屋里面最难忘的那个片段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就是在烤肉的时候帮珍珠过生日。然后我认为那是因为刚巧他们俩其实没，鸡皮疙瘩起来了，没想到这样让你物理请，好吧？凯哥，啊、好开心啊！欢迎各位！哇塞！金军，我们想看你摘眼镜、啊。这上要摘吗？哎，他跟电视上说话是一样的。哇！是他本人。哇，真的是他本人。哎哎，凯哥刚才是这样的，我在这说着说着，凯哥，我刚才的表情这样。给我都是干了一个趔趄，我刚整个人趴在沙发上，哎，君君的那个轮廓，就算是剪影我都认得出来。人家有女朋友了，你不要这样。我也有那个啦。他一直说很喜欢你的骨骼。哎，他们一定觉得我们疯了。没有，你知道我们刚为你们流多少眼泪吗？吴佩那段流到炸。我们刚才在录的时候，你们不会看着我们吧？没有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太丢人了，太丢人了。因为凯哥刚才哭的呀，像一个黄花小闺女。你不知道，你哭的时候，我哭的真的。我们在哭炸。啊。那其他人呢？其他人都哪去了？哦，他们可能有一些那个工作原因，还能不在北京什么的。我觉得太感动，因为我是从第一期就支持君君的，就是你都没有人选的时候，我就非常执意的选你。关键的问题。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？他们有情侣戒指在这儿，哦，一个戴着一个，好棒啊！怎么办？赵老师，你真是多教教我们，赵老师。赵老师，我们从你那儿学到了不少、啊。对你那个生日礼物，那个我不希望别的女孩有礼物收的时候，你没有礼物收。喂，你理智一点。我没有办法理智。他们俩这我还想再聊一句。对，那个威廉最近还好吗？有联系吗？有联系吗？有。其实大家出了小屋都是朋友嘛。其实大家出小屋都是朋友。在小屋也是朋友。对，在小屋。哎呦，在小屋也是朋友。遇到了一个劲敌的感觉。我觉得不是敌人。真的、啊？对，你们不是敌人。以前有一些小火药味，我们快吓死了。朋友之间也会吵架呀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真的，因为威廉确实很好，所以我也知道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想得到他的那个真心的那个过程，一定会很辛苦。就感觉还挺神奇的，就是可能刚开始就是一个参与的心态，想去体验不同的生活。但是其实节目虽然结束，但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才刚开始，后边路还长嘛。啊，你好会说话哦。我要在这里讲一下，我们其实是很希望吴佩跟郑勋可以有一点什么的。
真的，哎，真的，哎，我们俩，你知道最好的那个时刻，我们两个站你们 CP， 站了两期，我们是觉得你们是 CP 哎，而且你们刚才，而且你们在那个那个蹦极，蹦极有吗？蹦极，你们蹦极的时候，一走，如果有一个男生这样抱着我说走，我就说来，你那个特帅，你知道，郑轩，你知道我们有多觉得你真的爷们吗？是吗？谢谢。除了开场白有点你咋想的那个开场白呢？开场白，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不习惯特别正式的然后介绍自己，其实我也特别想看看他们究竟对一个人的一个反应是什么样的，就是其实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的人，所以我就佩佩，你可以说一下你对于感情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吗？我自己对待感情的话，就像我在节目里面说的，就是喜欢，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找我的那个初心。然后这样我们就说了算了，我们也送你们每人一颗心动原石好不好？倩倩想送给谁？都想送你选一个，你选一个。我先让陈林选，他一定想要实现。对，陈林先送给晶晶。怎么这么说呢？我是真的是，我想送给君君和凯文啊，因为我是一路看好他们的，我真的很像他们的妈，很感动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眼睁睁的看一对情侣从无到有的样子，所以。非常非常的感动，所以我就把心动原石送给的是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那谢谢，就这样啊，对呀、啊，哎呀，谢老师，哎呀，谢谢老师，来，那个超越一直很准，大家是知道的啊，在这儿啊，不行了，不行，超越啊，活灵活现的都在这儿呢，有啥想问想聊的吗？他很害羞啊，超越看见全景就，哦，真的是，哇。超越活灵活现的，有什么想聊的吗？那个超越突然，我也怎么了这？我也害羞啊！超越咋的了？快点！有没有纸啊？超越不哭的，超越咋的？是他们吓人是吗？还是咋的了？看看多绅士，看看，他一样绅士，真的是这样的。超越把最后这个送给凯文。哇，谢谢，祝你们幸福，谢谢我。哎呦，谢谢。哎呦，两个羞涩的小女孩。那我就送给水瓶座吧，我的水瓶座，你心里也住着一个吴佩，嗯，送给吴佩，嗯，希望你能够找到那个让你特别心动那个对的人。哎呦，一定要幸福呀！水瓶座就是跟着感觉走的，是，缘分一定会来的。这个画面好感人啊，有一种那种爱的传递的感觉。凯哥得送一个吧，那我送郑轩好了，好吧，谢谢。但真觉得很希望跟你成为哥们儿。好，对，有空一起玩，一起运动。行，您到北京都是？我住北京。OK， 有空打球。OK， 行、yeah。你们这俩人聊天方式挺好，就是很他们啊。哎，那还有你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心动原石也送给不在场的。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原石。就是分享给不在场的四位和所有需要爱的那个人，我觉得他们看到这个心动原石的时候，肯定那个感觉和感触是不同的，对不对？真的，而且你看这个照片墙啊，我觉得其实我一直都特别喜欢这个照片墙，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可以用时间和照片的方式记录下来我们所有的记忆，这个感觉是最珍贵的。这个是最开始，这是八人凑齐的时候啊，这个是第一次八人所有人凑齐在一起的时候。让我们用 vivo 拍一张合照吧。那边靠一点，对，来，一二三，好的，完美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三个小姐妹，
这个是第一张照片吧，应该是。啊，这个是所有的照片里拍的第一张的照片。是我们第一天进小屋的时候拍的。对，这俩人是在干什么？羊驼和羊驼合影。啊，就是去动物园。动物园第一次约会。第一次。哇，啊，跟着你一起走。来。然后这个是那个兔子耳朵，对。让我们用 vivo 手机来一张合照，纪念珍珠的生日。我们合个影吧，好不好？来，让我们一起用 vivo SE Pro 记录下来我们最漂亮的瞬间。这个 vivo SE Pro 照亮你的美，整个的这个照片墙上，我们也参与了他的故事，我们也留下来了。还没睡醒，又开始新的一天。摩天大楼下城市很美。谢谢，祝福每一个人，谢谢，祝福每一个人，都有自己最想要和最想得到的，谢谢，祝福，耶。